刚是我们的第一轮的这个颁奖的仪式暂时告一段落，接下来这个环节我们要带领大家一同见证各位最初的样子。不是吧，导演没必要吧，期待吗？期待吗？不太期待。下面我们进入创始人之夜之童年照大揭秘。是刚生出来的呀，好丑啊，别播了，好丑的。我们创始人们会颁发三个奖项，分别是最女大十八变奖、从小美到大奖和最佳眼力奖。啊，快快快，好期待好期待。哇，各位，让我们一起来看向大屏幕。来，不是我，不是谁啊？是谁啊？是谁呀？麒麟，不是不是不是他，不是他。我们来有奖竞猜一下，要猜一下。我觉得就是孟琪本人。为什么？你看他那个眼睛。做完饭之后看着就慈祥的看着我们吃的时候就是这个表情，有这么大吗？没有。还有他特别像你妹妹吗？有没有不一样答案？萧寒，我觉得是拉娜。啊，我们不是拉娜，我觉得是菲菲。是我是我，我知道是我。还以为是在哪里出现，来，我们现在来，不太一样。接下来我数三二一之后，我们请本尊站起来，做出一个同款表情。来，三，来，二，一，请起立。孟琪，孟琪啊，好可爱啊！请孟琪为大家展示一下曾经的自己最初的模样。但是你们不觉得特别像包贝尔老师吗？特别像，你们不觉得吗？这个气质太像了。哇，从小都是明星像哎。所以我们王珂猜对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接下来看向下一张。哇，哇，这好可爱啊！好胖啊！两个娃娃，跟这个洋娃娃好像啊。这个妆容，谁啊？是谁啊你？我知道。我知道，这是谁啊？首先啊，这张照片我们用年龄来推断，它是一张黑白照。少爷，就是我们学员年龄大概也都知道对吧？所以我由年龄来推断，应该就是赵月。完了完了，你要被打了。啊不不，重新说重新说，美女一看就是美女，我觉得在我心中最美的就是赵月，没错。我私人给你加一个后期求生欲啊，放在他的三个头上，谢谢。好，还有没有其他答案？我觉得像陈珂，因为他有一种霸气的感觉，我说不出来为什么。霸气的感觉，眼神眉眼之间的那种。谢谢，我觉得是王珂，因为他手里拿这个棒槌嘛。人家拿的应该是拨浪鼓吧？什么叫棒槌？哦，他拿个锤子，就是在他手里什么都可以变成武器，然后揪着那个娃娃，就很有王珂的风范，大哥大的感觉，大姐大的感觉。好，我们来揭晓吧。来，三，二，一，请起立。哎，是赵广，是我。你好棒啊！就黑白照片，就是您看，就现在就是黑白这种就滤镜嘛，就很时尚。就零零后，大家都是会有这种照相都有滤镜的吧，对吧？就是。复古风，复古风。好的，刚刚猜对的请举手，我们工作人员。陈建南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没猜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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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不敢。反正这个贴纸我们是敢给你，贴不贴就看你敢不敢的问题了。来，敢，我有万丈光芒，我先记住。来，我们接下来记仇。来，请看下一张。哇，好可爱哦。这是谁啊？这个也小了，不好猜。这是谁啊？来，是我，放心，不是我，我猜是田金凡。看他这眉心间的一个红点。对，我也觉得像。哦，是有点像哎，嘴巴有点像，是吗？是表情，哦，表情有点像。金凡就因为这个红点，今天躲不过去了。还有没有其他答案？我知道，你又知道了，你说。我觉得他像陈倩楠，因为他们俩的眼睛够有神。他的表情不太对。有神，确实有神。
赵月，你觉得是陈建南吗？我觉得像我。你觉得像你、啊？你不会有彩色照片的。对，我那个年代没有彩色照片，对不起，不是我。新的答案还有吗？我刚看有点像陈卓璇，感觉他就是看向远方，就是从小目光就非常的高，就是有这种感觉。这个时候已经涉及到人生目标，从小看向远方。就做一下那个表情，我就真的特别像他。刚回眸一看我的时候，就觉得特别像。像吧，就是你看高一点，我看，哎，有像，哎，有被像到。太小了，小的时候那孩子差不多神经都差不多。我们公布答案好不好？来，揭晓正确答案喽。三。二一，请起立。啊，是陈建南，没错。梦琪厉害厉害厉害，太厉害了，厉害厉害，绝了。恭喜我们最早猜对的是梦琪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重点这是一张彩色照片。你要挨打了，我觉得。没事没事，周月没事没事没事。我在哪个星？与我无关啊。别我对。黑白照片、彩色光片与我们官方立场无关哦，私人恩怨了。接下来是私人恩怨，晚上回去解决啊。我要让他照片变黑白的。来，我们接下来看向下一张。来，这在这儿，各位人在这儿，我们人在那儿。哪一位啊？小美那个下面那个。太难了吧？是上面那个还是下面那个？下面是男孩。真的一个人都认不出来。胡妈是你吗？我看到皮的我都觉得是你。所以下面是哥哥，下面是哥哥，上面是苏一奇。我没有哥哥。你没有，你不是说你有个兄弟姐妹吗？你不是有我有个姐姐。哦，下面是他姐姐，上面是他。我觉得是林君怡。为什么不是我？猜不出来，半边脸。来，三二一，正主请起立。是我，他是下面那个。你们 ，this one， 对，我也是下面那个。仙女是下面那个吗？是下面是刘仙，下面还是爬树那个？爬树那个是他弟弟。这也太反差了，是。那他想爬树吗？不同意吗？上面那个是我弟弟，他的弟弟，我们认认真真的猜了三轮，你们怎么回事？是我弟弟，太搞笑了，弟弟弟弟太巧戏了。好，来看一下下一张。哦，这个酷 girl 是谁呀？王一桥，王一桥是你吧？好时尚的穿搭，这很时尚。林君怡，林君怡最喜欢穿这个颜色的衣服，是不是？就是像君怡。三二一，请起立。哇，没有悬念！恭喜第一个猜对的陈建南。三二一，下个照片。朱主爱，朱主爱，回答正确。也太快了吧你们！接下来看一下下一张。仙人，仙人，谁猜我啊？仙人，我觉得这应该是安然在七岁左右，然后最左下角这个是安然。安然，为什么那是我？就像真假的。三二一，请起立。哎呀，烦死了！是我。哎，哪个是你啊，安然？左边是不是安然？那个我那时候我妹妹才一岁嘛。妹妹好可爱。对，我可爱。小点点。对，我妹妹是2001年的，那我那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就是六岁，五六岁应该是五六岁的时候。Yeah! 恭喜陈建南第一个猜对。这就是陈建南，我都不想递给他。绝了绝了绝了。下一张。哎呦，哇，这眼睛好大、啊！刘梦，这不是刘梦吗？这是奈奈，这个下巴跟奈奈下巴一模。我也觉得有点像。对啊，眼睛有点像，是不是？对，眼睛，我是从眼睛看出来的。我也觉得像奈奈，因为眼睛和下巴特别像。下巴是什么？对啊，下巴。而且我下巴。而且我感觉这个表情就是平时没有表情的奈奈。奈奈，你不要笑，看一下。不要笑，不要笑。脸型是有一点，就是。